泻药，然后拉人控制的。你不要听，好吧？你现在不会有便秘，所以不会吃那种药哈。就算如果真的有的话，后面有李医师可以去找他。好，那一首《斑马》。斑马，斑马，你不要睡着了，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。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，我只想牵起你的头发。终究还要回到路上，